张。放个音乐，新训练棉裤还在棉裤啊，周边也太可爱，是不是周边超 Q 的糖果包，很可爱吧？昨天没吃完的餐把周边你吃掉就要送医院。Hello, hello。芋头是很洋装，收到生日贴了，卡片没写人跟节，昨天填写问题问答答案怎么会？我也不知道为什么会只有成人，我也不知道。现在会开始前有人看他真的开开的，我知道，我知道。蛋糕芋头可乐我真的不会吃。二月生日会那题答案是异常，对，那题答案是异常。我应该拿不到全对，我也不知道，反正那题目是我们一起出的。以为问
份有几场？哦，二月有几场？二月生日有几场？对，应该这样讲。啊，对，然后我已经买午餐了，因为我今天比较赶。你莫问题，没关系，那个没有什么，对不对？那个只是饼糖果而已，没事的，好不好？没有什么。然后，因为我今天只播一小时，我今天只到三点。姐姐会不会预期很多人答对？准备的我们的礼物就是糖果啊，因为九岁人答对，所以我们本来准备的糖果就全部分给那四个人了。嗨，瑞瑞，嗨嗨，你这题答对啦，后面准备错嘞，笑死！谢谢柯震东，所以好像糖果比装品都还重要，要确定耶。多拿一包糖果，别人给的。喜欢吃饭还是吃面？搞不好打不出来。这个我自己也不太确定。不是，你知道，因为他真的，孝彤真的是，他真的不知道在认真什么，他真的超认真嘞，他真的是去看了各种，就是 IG 的贴文、现实动态，然后直播精华，各种看嘞，真的不知道问什么。知不知道我32岁的原来我又不是32岁，对吧？你的大概是拼图版的生日体格片，你是说我是你们的情人？我真的是吃了09，我是你们的情人节那个吗？对，没错，你要寻找你的 partner。没想到前面都没有玩那么认真，这本来就不是一个很认真的游戏啊，是要多了解啦。我们又不是什么人，说到 partner， 你还是没找到一半摊，可能是你人缘不好，没有了。你以为是我漏血？怎么会是漏血？问题。我想看他知不知道丢我一台车就跑了，观众叫什么？搞不好他真的知道。猜成员也太难，我们也觉得很难。哎，怎么那么难开啊？结果我跟他喜欢吃海鲜面，所以明信片有多少系列？我不知道哎，我想到什么画什么，灵魂画师，我已经尽力了。
抽不到，是你从小也不是，你真的是歌词王哎、欸，应该考歌词的，不应该考舞蹈，笑死。我们画会演图特征不够明显，只好靠外物。对啊，哎、欸，我们又不是真的那种很会画画的，我们没有办法，我们只能靠跟他们有关的。谢谢思琪。比手画脚跟画画都不好，好不好？抽场表演了，恭喜！抽场记得是18号。哎呀，画画第一题画出来直接傻眼，我也傻眼，我根本看不懂我在画什么。梦之路是真的有点难了、啊。梦之路我们也只有哦，运动会跟三周年、四周年之类的。就猜是例子。一开始那个少彤抽的时候，我差一点就说果然是真爱，差点说出来。不是阿木吗？小赖，玩玩是不是？我跟你说出来，说出来就太明显了。跳舞一题都不，没事，跳舞等不到 rumor 题目最好辨识， rumor 太简单了吧？跳舞当机，跳舞是真的蛮难的。我说喜欢嘴，你还想说举动慢，就来着。真的是可以不用看画的，对啊，说出来就真的太明显。昨天讲是小迪说爱小青，当下真的不没有关系啊，没事的，不用想那么多。而且真的会是不是哪天？你想上次也是这个，有那么夸张？跳舞果断放弃。
没有力图这个问题，你没有在精进吗？我那个帅等于暴雷，不是啊，那就是提示啊，帅有可能是法法啊。我是不是有点变什么？变胖吗？完全没有哎、欸，我觉得是那裙子问题，我觉得那裙子真的腰，因为它的腰没有很收，所以我看起来腰，而且它裙子很蓬。我那天一直说，是不是看起来像孕妇？那还有分享耶？爸爸，我写黑不是帅吧？爸爸也很帅啊。觉得很瘦，我觉得那个裙子很蓬，有一个好处，一个坏处。好处就是腿会看起来比较细，因为有对比嘛。可是坏处就是因为它的裙子很蓬，然后它腰又没有很收，所以看起来腰就比较宽。然后现在就觉得起来。有种感觉不太一样，真的吗？谢谢君，是好事吧？君子风不好，对啊，那件很好看，真的吗？粉紫裙，唯一一个请我变瘦的，没有好不好？哎、欸，我的脚是看起来很细耶、欸，那个肚子的问题真的不是我的肚子，那个真的是裙子的问题。哦，然后我因为我里面还有一件裤子，然后那个裤子太松了，所以我有折三，哎，两折还三折，所以会看起来更蓬一点。但是我真的没办法不折，因为它真的很松。剪到脚，因为我的脚型，我不是很喜欢我的脚型，没有很好看，所以我有点习惯站剪到脚。好要粉紫色啦，我不管，那就是粉紫色。粉红色，谢谢心意。可是它里面真的是粉色，只是因为外面有黑色，好不好？里面有一层，有一层真的是粉色的。礼物的部分还在公司，他们要检查。照片怎么看都是紫色的，绝对是粉紫色。
反正我是公司的。看第一眼觉得粉红色，对嘛？我也觉得。好了，不争的事实就是那个是粉紫色，好不好？有粉也有紫，然后我没有变胖，就是这样。我的脸一直都很圆，我的脸没有瘦过。看姐有胖吗？看姐有胖嘞。看姐，看姐现在应该。看姐前阵子检查是快4公斤，现在应该就是差不多3.8左右。4公斤，那他明年真的会很胖，他真的不要再胖了，他这样很极限。医生说他这样已经是很刚好了，不要再胖了，就是已经是真的刚好了，就是不能再胖了。现在这样刚刚好，就是没有到完全都是骨头，就是有一点点肉，这样子，是好像是对猫猫最好的体型。我问医生说，他这样不会太瘦吗？他说很刚好，就是这样吧。不要再抓了你。美食评论，什么美食评论？妈就是要肉肉才好爆，肉肉的好爆，但是就是很不健康啊！只要有稍微一点胖，其实就是不健康的。我不想要为了可爱或好爆不健康。我问一下，我会不会太瘦吗？医生干他什么事？他又不是检查我。穿啥想好吗？你说握手会吗？还没。我刚刚说有骨头，没有很多肉，听起来好，没有很多肉听起来好吃吗？你喜欢你啃排骨是不是？黑的显瘦，笑死！椅子上那只娃娃什么？我不知道，也不是我的，是公司的。他不算胖啊，对啊，他不算胖啊，他很刚好啊。他就是现在就是很刚好，他不能再肉了，他现在很刚好。要急嘛，慢慢来嘛。合照会要穿啥？穿节能减碳。节能减碳。立牌还没带的话，本来是要放你家的，真假的？那立牌超大个嘞、欸，
我们打算，就是成员更多张之后，公司集了更多张之后，全部人一起请货车带回家，不然我们真的不知道怎么带回家。回家也是蛮穿的很，但是它真的很可爱，真的超精致的，而且那个炭吉鼻子那个毛色歪一边也有看到，也有画出来，超猛的。那雪粉是骑机车在，远看还很漂亮，我不会骑摩托车。一般唱歌正常就大一点的车车，要搬家就会觉得当初干嘛搬这样回来，因为它真的很可爱，细节啊细节啊，更多张你想笑要干嘛？你是真的要想要怎么收？真的有点太大。原本方案两个，打包回收，地瓜开车再来你家，结果我带走了。两种打包，好伤心哦！不要揍我，过不久就会被碳基拆了，不知道了。反正现在都还在公司。打爆你真的很难过，哎、欸，怎么这样？原本要上演在林杰面前打爆你的，那我就打爆你。大家都想打，大家都想打爆，好伤心，大家都想打爆。怎么吃年糕我加南瓜酱？这个不是南瓜酱，谁跟你南瓜酱？小帮我准备好了，伤心。公司有的空间放那么多立牌吗？我觉得我们公司真的是太神奇了，是一个神奇的黑洞。可以塞一堆衣服，一堆器材，一堆礼物，一堆周边，一堆公关品，真的太厉害了，真的太厉害了。哦，没有看到红包，谢谢瑞瑞的红包，我抢到哎、欸，真的很厉害，不知道真的不知道公司怎么那么多地方可以放，公司有够小，然后还可以放那么多东西。松叶那边说：“你就是仓库，原来是旁边的仓库，是不是？真的真的很厉害，而且你想，我们现在是，
羽穗公演的制服，而且是十几个人的衣服，然后现在是手牵手的衣服，然后还有每个单曲附录曲的衣服，真的很厉害，怎么放的？虽然说我们已经被挤的换衣服的空间有够小了啦，但是放得下还是很厉害。有多可以放你呢？重点是工资很少，魔术大空间。对啊，未来会越来越多，我真的不知道要怎么放，真的很厉害。谢谢瑞瑞，我抢到耶！全用姐，我没有，我们现在有一大间跟一小间，就是都已经塞满了，然后换衣服的空间只剩半瓶。将近一间是将近一，真的是半瓶吗？我真的觉得只有半瓶，真的很厉害。好吧，一瓶吧，一瓶顶多。换衣服分批，绝对分批，我们真的塞不下，顶多只能塞五个。如果是两间一起的话，可能八九个。客气了嘞，扇子哥笑死了。半瓶战舰就买大件，大件你太好笑。我们没有三十几个人一起换，不可能啦。姐姐要整理那些衣服也很厉害啊，虽然说现在好像就有点放不下，那个办公室外面都是我们的箱子，超多我们的箱子，超好笑。前应该要把大家留下来一起清仓库，不然后连半瓶都没有。可是他们过年前有清一波，可是也不是清衣服，你也清不了，因为衣服就是要穿的啊，最占空间的真的就是衣服。像主要想装一堆衣服啊、鞋子什么的饰品，而且我们的衣服也不是薄薄的，是很厚的。装什么都有啊，水幸福水水有啊，水水就是一些公司周边公关之类的明信片，就是各种东西都有啊，很多配件。对啊，本家的衣服我有看过，超猛的。我拿神鞋吗？我有啊。你在学衣服，那些衣服，笑死。幸福水，没有，我们平常去公司都喝幸福水水，我们表演公司都会带水，我们都喝幸福水水。观光品会有啥？就是周边啊。
周边专辑什么的都有啊，海报都有。因为水水练习跳舞就能喝了吧？练习的话，其实练习就是喝自己的，但是工作的话他们会带。我觉得很幸福吧，蛮幸福的哦，免费的水。喝那么多应该幸福到爆了，绝对爆了吧！居然可以跟成员喝一样的水，哈哈哈哈！我们喝的应该没有天籁泉吧？有呢。我记得我前几天喝了谁的？好，喝了零一的。我前几天喝了零一的。可以办 TV 四周年展览，参观即将送生鞋纪念品店成员站台首度。你来经营，你来经营。啊！我们都这么奢侈，我会挑谁的幸福水水来喝吗？通常是只有近两个月的可以挑啊，其实也不会挑，看到就喝啊，干嘛挑？喝完会想要保送来吗？绝对没有哎、欸。现在不很努力在喝水水，然后我看了那个。我看了那个圣诞册，圣诞册，很棒哎！那个回顾的部分，回顾的部分，最难清的周边是什么？不知道哎，哪有黑历史？确定哎、欸，黑历史在哪？不好看的就是黑历史，那很厉害，怎么可以每个都标出来啊？很厉害耶、欸！然后还有照片，谢谢玉人，你这边很多不好看的是吗？然后我还给小迪看。哪一个啊？又没有水手服，那个才叫黑历史吗？你不要一看到海盐叫黑历史。所以我有做一个文史部表单出来，哦，好专业哦。我很喜欢分享黑历史吗？什么黑？什么意思？从最早期，对啊，从台盐呢，我去拿过来，等我一下。而且这个碳基超可爱的，那个是 Rumor MV 里面我在看杂志喝咖啡的那个片段吗？小蓝，
从2015开始，超猛的啦。紫色水手服的图，哪里？这本没有，哎，哪个啦？好啦，吼，谢谢你们没放黑历史，我要这样讲是不是？好哎。为什么那个最后一页那个最下面只有橙的颜色不一样啊？为什么它颜色不一样？什么意思？黑历史圣诞特吗？绝对不要给我看到。谢瑞瑞。哦，补血的哦。mini concert， 好想跳 mini concert 呀！比美雪，好想看 mini concert， 真的哈。林姐走进甜品，你以为啊？头贴这张，哦，我有看到这个，我有看到这个图，我有看到这个图，把我画得很漂亮啊！而且紫色水服很复刻，谢谢，有完美复刻。天哪，天使的尾巴，不用做崩图圣诞车哟，谢谢。你们照片都出现在我的，真的真的，这个照片太好笑了，太好笑了，这个，太好笑了，去年的，哎，好痛。他就很好笑啊，杨子几百年没看到杨子了。好哦，瑞瑞奶奶，我在说中文吗？我在说中文。
好喜欢这套台盐衣服，真的很好看。超棒的，谢谢大家。杨哲，你有看到他，我没看到他，奇怪。最初的黑历史，是的。再次感谢，是因为你真的是最快的，你真的是举手举最快的。你要去被虐待了，看牙医。不会痛的，加油！加油俊，以前那圣诞车该不会都丢回新竹仓库了吧？我搬家的时候都有带回去，不然我真的太多东西了。而且放在新竹比较好啊，至少它是被好好安放的，安放，好好放的。因为我在那边，我不知道要放哪里，我的东西。很多，那新竹给他三宝管，对啊，你会直接要求麻醉的，加油加油，我也怕看牙医，没事的。诗人，我说什么？你说是啊，诗人穿去韩老师之前都没写那套台盐制服吗？不是，是新做的台盐制服。生日蛋糕是我喜欢的，生日蛋糕超级好吃哎，生日蛋糕超好吃哎，超厉害的哎。但是因为那蛋糕真的很小，所以我们办公室分了八块，我只有吃一块，我切的。昨天那块板子在丢回新竹，你看了吗？会头很大，我也带不回新竹吧。我的关节，你说那个关节吗？其实这个它是平常不会痛，它是平常的话呢，应该说平常的话，它只是张开嘴巴，它有一个极限，然后如果再张大，它就会有会有关节的感觉，对，但不会痛，但是它是发作的时候。发炎的时候才会真的很痛，你会咬东西也痛，然后张开嘴巴就差不多急性就是这样，就是这样，然后我就没办法再张开了，这样子。发炎的时候真的很痛，发作的时候，发作听起来难听，然后。我记得前几天我们一起吃饭，我们有工作，然后我们一起吃饭，然后麻油跟旅行便当已经吃完了，我还剩超多，因为我真的超小口，真的超小口，然后我又没办法很快的咬，超痛。然后我会这样，好像不完全是因为就是单纯它的问题，我好像是因为我的牙齿没有很正，反正就是咬合不正，然后。我很睡觉太容易会磨牙了，太容易就是这里很用力，然后所以就会这里就会不是很舒服。我打算戴牙套啊，而且我之前其实我以前就是都会有痛，但不会，就是以前没有那么夸张，就是痛个可能一天就没有那么痛了。可是我这次痛真的痛好久，痛个三天，然后很痛，感觉真的要戴牙套。可是我不想要前面有不知道哎，睡觉磨牙是小时候，对，我小时候就会很容易磨牙，
现在还是一样。牙套女神，笑死！第一次听说男朋友痛，因为以前真的是痛一天半天而已，现在变严重了。我有去看过，我其实前阵子去年吧，有去看过牙齿，就是不是看过牙齿啊，就是问过矫正的问题。但是，我本来想说我要戴隐适美，但他医生说我很不适合，因为我就已经咬合不正了，然后导致这边的问题很严重。然后隐适美的矫正方式就是你要一直咬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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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一直咬嘛。所以他说，如果我为了戴隐适美，然后一直咬，感觉这边可能会更严重。他说的。我牙齿大致上来看是整齐的，但是细看真的会就是歪一点、歪一点、歪一点这样子。牙齿生理痛起来不就生什么？我不是牙齿痛，我是关节痛。我牙齿不会痛，我是关节痛。对，反正我还在想啊，我有查到什么舌侧。矫正嘛，就是在打在里面。看你的人生怎样，应该还好，没有大问题。就是医生说现在是还好，但可能如果你真的完全不去处理的话，以后会很严重。他是这样说啦。不管是为了关节，还是为了美观，其实我都有在考虑戴牙套，但我还要再看看。毕竟也是一笔钱呢。好啦，我要念排名了，我要念排名喽。戴牙套通常戴久，对啊，都要戴两三年、三四年的。临界毕业感觉会大整，要整鼻子，要整关节。哎，我什么时候说我要整的啊？好好笑。小懒，阿杰要募资，请赞助我戴牙套，谢谢大家的募资。我啊，临界毕业感觉会大整，我要整理我的人生。好啊，我要念排名了。赞啦，阿凯！念排名喽。今天的第十名是瑞瑞，谢谢瑞瑞。第九名是思琪，谢谢思琪。第八名是黑杰克，谢谢黑杰克啊。谢谢杰克。第七名是博晨，谢谢博晨。第六名是保罗，谢谢保罗。第五名是阿烂，谢谢阿烂。第四名是钟怡，谢谢钟怡。第三名是阿北，谢谢阿北。第二名是樱桃猫，谢谢樱桃猫。第一名是玉人。谢谢今天的第一名人，谢谢人，哇，谢谢。安大心怡，谢谢大家今天陪我直播、陪我聊天、看我直播，谢谢大家，辛苦了。拜拜。今天这件
面哪里芋头完全不干芋头的事啊，超蓝的，这是蓝色哎，哥哥。奶奶奶奶，哎呀，奶奶。上班辛苦了各位，芋头懒什么鬼？好啦，大家奶奶，奶奶哟，上班辛苦了。奶奶，奶奶，原来奶奶保罗奶博成奶奶古早味。奶奶阿辣，奶奶，奶奶玉人，奶奶博纯，奶奶阿凯，奶奶钟怡，奶奶黑杰克，奶奶 Alex， 奶奶思琪，奶奶博纯，奶奶阿翔，奶奶玉人，奶奶志伟哥，奶奶大健，谢谢 Alex， 奶奶，奶奶樱桃猫，奶奶，奶奶玉人，奶奶博纯，奶奶米酒，奶奶二刀兔。大家拜拜。